NBA 前塞尔提克队主帅、现任总管史蒂文斯博士前往湖人队担任总教练的传闻。NBA 篮网队一哥杜兰特对西蒙斯有望在季后赛首轮第四战复出，不抱持任何期望。独行侠一哥东契奇出战马刺队左小腿拉伤，预期将缺席季后赛的第一场比赛。黄蜂队前锋布里吉斯向看台上的球迷丢掷牙套，遭大联盟罚款$50,000。位于爱荷华州经典棒球电影《梦幻成真》的拍摄地将投资$80,000,000，增建棒球场、饭店和剧场。东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，请至当地 Toyota 经销商询问 We Make It Easy 活动，获得可靠的优惠。